Hello， 好久不见。这里就是我跟心如姐这次睡的房间。哇，你们三个人睡一间？这边不是，没有，他们两个人。就两个人哦，挺暖和的，很暖，很舒服。然后我们睡觉，我告诉你，其实很安静，完全你听不到声音。然后这个就是，娜娜跟小西的房间，可以猜。这个就是小西跟娜娜的房间。小西跟娜，请看看我们的腊肠。这个真的是你们？对，我们弄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堂屋，你看，堂屋是什么意思啊？客厅就是一个主厅的意思。然后这个里面就是我们放的各位所有来的嘉宾给我们留下的一些祝福。这就是我们的所有嘉宾过来的时候我们拍的，20位，对呀、啊，谢谢。哎，这个椅子我看到了，刚才对对对，是我们弄的。西那边，我还觉得那几把椅子特别好看。这是你们做的？嗯。啊，这是你的书啊？这封面有点像我，我们俩真长得有点像，是不是？我有张三亚的，就是也是这样，我们俩真的挺像。我一看，我说哎，这不是我那个什么吗？你看看，就拿完书就走了是吧？我们对，来。拍张照，一来就拍照，拿书就走了，我感觉。对呀、啊，我感觉拿完送完就下班了。收到礼物，拍完照，我感觉我们下班了。请把这个倒着放。这是一个小阁楼，然后床在二楼。对了，一个人住就是一个人一个房间啊？对对对，那边还有一个。是啊，不敢一个人睡啊？谁喜欢这个房间？你们俩。其他人，另外一个想，我们都想看看另外一个。这个有点大。喜欢一起睡，那人家江疏影不一定同意。江疏影可得同意了，也让他一个人睡啊。那这是一个房间。那肯定睡这儿啊。这个温馨你多了。这暖和。你们十年没见，要不要同睡一下啊？你小心点，小心点。